风水真经。十方善知识，各位参加听经闻法、莲座上各世众亲、历代祖先、及当下无缘诸世英灵等，十方法界有缘、无缘、有情、无情众生，阿弥陀佛。咱即节继续过来讲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，顶节讲到。这个啊，圣路婆罗门圣路哈，问这鬼王是什么原因呐、啊？哈、啊，是这个剃尾山呐、啊，好假者，众生假者人伫遮，好、啊、而且呢，有遐野兽啦、野车啦，这赶赶啊来扩张，啊去哦，哎，去哦，这个野兽食呢，好、啊，而且这水拢在滚，这原因是安那呢？啊，鬼王呢，无到鬼王呐，开始。讲即着咱世间人啊，哈、哦，世间人作恶的众生，哈、哦，死了后四十九天来咧，无人，即囝儿孙啊，无人好啊做功德，哈、哦，无人继承，哈、哦，无人甲即个开始，哈、哦，所以在生咧，如果无即个善因，哈、哦，无只善事，无善因，当然咧，死了后咧，依照个人的业咧。好、哦，所做的罪过咧，去各自无同款的地界。哈、哦，那么地界咧，自然咧，先到这个海，地狱山这个海，哈、哦，西面的第一点海就对。好、哦，咱继续搁讲咧哈。海东十万哈，是、哦、海东十万游船呐，哈、哦，海东十游船游。又有哈，一海又过有一个海哈、哦，海东十游船又过一个海就对哈，七级苦背出这个苦啊，比这个叫做西边的海更加苦哈，劈、哦、海之东啊，迄、那个海之东啊，哈、哦、又过一个海哈，极、哦、苦福背啦，啊、哦、三业恶因之所招感，降祸入海。哈、哦，基础是啊，业海就是圣路啊，哈、哦，又问鬼王无毒呀，哈、哦，地狱何在呢？无毒，伊就答，伊就讲，三海之内啊是大地狱，基数百千，哈、哦，各国差别，哈、哦，所谓大者，基数十别，哈、哦，大者十别，粗者五百。吼、哦，苦毒无量，处有千百，也无量苦。圣如又问大鬼王呀：“吼、哦，我死来未久，不知浑身当是何处呢？”鬼王问圣如啊：“呀，菩萨之庙在生，哈、哦，是何行业啊？”哈、哦，圣如答呀。我母邪见，哈、啊，忌讳三宝，哈、啊，失血沾身，善又不敬，四岁哈、啊，四岁日浅啊，未知性处，无得闻呀。菩萨之庙，善是何等？圣如答也，哈、啊，我父我庙，即婆罗门众。夫何是路善行，母何
挖地里，吼、哦、挖地里，无达合掌，吼、哦、无达合掌，乞菩萨俩，愿圣汝切还本处啊，切还本处，哈、哦，无智无欲边乱啊，哈、哦，挖地里啊，罪里升天以来，哈、哦，经经三日，哈、哦。温馨温馨孝顺之主啊，为庙设供设供修福，布施各法定诸大王如来，哈、哦，他是啊，非为菩萨之庙，哈、哦，得脱地狱，应是无间罪人啊，初日悉得受乐，哈、哦，激动升起，归往眼闭啊。合掌之体，啊，婆罗门女，哈、啊，婆罗门女啊，这个顺如万鬼啊，五处属意，便以各法定自在王如来踏前，哈、啊，踏上之前啊，立方誓愿，愿我今来未来劫，哈、啊，愿未来劫。应应有罪苦众生，悉广设方便，速令解脱。佛告文殊利殊，文殊殊利，哈、啊、是归往无毒者，当今在修菩萨啊，当今在修菩萨是啊，哈、啊、婆罗门女者，即地藏菩萨是啊，好 啊， 啊，这段呢非常的宝贵哈，非常的宝贵呢。各位哈，咱注意听哈，注意听。顶阵啊，哈，顶段呢，就甲咱开始讲，天云山的西面第一顶海，都样这样的结构啊。个海天云山的东面呢，海东啊，海东面呢，十万游船，又过有一个，嘛，又过一个海，东面呢，十万游船呢，甲十万里以上啊，好，又过一个海。饥苦袂是迄个苦啦，比西边搁较苦。好、哦，东西边的苦都遮尔苦啊，东边搁较苦。好、哦，皮土皮海之东啊，好、哦，这个海之东啊，搁有一个海，安着两个海，再搁第三又搁一个海，饥苦搁较几啊倍。好、哦，三业恶因啊，贪、嗔、痴，再生贪、傲、生气、无耻。无智慧，贪嗔痴啊！哈、哦，恶因之所一感是之所招感啊！因为咱在生啊，贪嗔痴啊，三项的罪过啊，三项罪过所感应的，所叫做业海。所以咱无业海伫倒去，真简单，伫咱身躯边尔，袂得找。好、哦，业海就是贪。好贪心，好傲生气的，无耻的，无智慧的，三项合起来都业害。所以咱人伫世间呐，真正伫苦海内底，就是意思就是安尼。伫苦海内底呢，贪嗔痴的苦海内底，所以叫做业害啊。好，基础是啊，迄、那个所在就是业害，贪嗔痴的所在。咱每一工都伫业海内底，爱注意。咱要如何会当离开业海呢？一个大学问。那顶节啊，就讲了反省忏悔，才会当离开业海。圣汝过问这个叫做鬼王无毒啊。地狱何在呢？地狱伫倒位呢？有人地狱伫倒位？那有烦无烦？需要再讲。事实啊，咱每一天都在地狱边啊。比如有的人啊，想尽办法要伤害人，伊就是苦海的业海来地狱啊。告诉这个人啊，真够骂人，伊就是苦海来底啊，伊就业海来底啊。告诉这个人啊，想尽办法心啊，哦，各种坏习惯拢来啦，就是苦海来底啊。哦、所以地狱何在了？无答答应。三海之内啊，三种海之内，西面的海，东面的海，吼、哦，北个个出一个海，就贪的海、嗔的海、
苦的海，三海之内是大地狱啊，上大的地狱，基数百千啊，迄数量是几啊千啊，几百几千啊，迄是有够阔，有够济就对啦。各国差别，各种的差别无相像，哈、啊，所以大只是安尼大只，基有十八啊，十八，好、啊、有十八层的地狱，哈、啊，十八有十八层的地狱，厝有五百，嘛有五百。五百，这个叫做那这个地界，这个境界就叫五百。好，苦毒无量，苦甲毒嘞，算未完的啦。无量，你别来算清未了。所以咱人啊，是死了后嘞，要去算这苦嘞，是真困难。好，处有百千百，也无两苦。佮算嘞，有几千几百，咪叫做五百尔，无量数。算不完，所以地狱是黑暗的，苦海是黑暗。各国啊，要注意，伊才有甲咱开始啊，咱好好去修正。圣女佫问大鬼王啊，佫问大鬼王讲：我母死，我母死来未久，我来是大人啊，老母死来无偌久啊。不知魂神东西何处？唔知我老母的魂，唔知佮倒去甚物阶段去啊？甚物境界？唔知甚物海内底去啊？鬼王问圣女啊，鬼王都问菩萨之妙啊，在生是何处？鬼王佮问这圣女啊，都讲菩萨，你看，知啊？这个圣女是菩萨啦。伊讲菩萨之妙啊，在生是何处？行业做甚物工课的啦？做哪一行的啦？圣女答应，我要射箭啦！我的老母啊，圣女甲讲，我的老母啊，射箭，逐项看代志拢射，拢偏的就对啦。射箭拢无正箭射，吼、哦，乌乌痴痴啊，无智慧啦，吼、哦，但是贪啦，种种拢有就对啦。好、哦，基本吼、哦、三宝，笑三宝啊，诽谤三宝啊，诽谤佛所讲的话，诽谤佛所讲的法。诽谤佛所传的弟子，哈、哦，这经基本三宝，佛法经啊，都是三宝。失去暂时，暂时有信佛所讲的，暂时信有信，这信这个觉者所讲的，哈、哦，暂时有信这圣贤所讲的话，暂时信，暂时无信啊，哈、哦，宣又不敬，但是又个无敬，讲讲的又个无敬，又个骂这所这个修行人所讲的话。啊，我马家佛所讲的话，有马家只法，啊，都是，但系又讲无敬，死随日渐啊，虽然死啊，无几工呢，吼、哦，唔知啊，生处唔知啊，生伫倒位啊，哈、哦，无独问呀，菩萨之妙啊，成何人？菩萨的老母啊，姓啥呢？哈、哦，是姓何？姓苏何定啊？哈、哦。圣女就佫讲我啊，我老我爸我母啦，拢是婆罗门人，婆罗门族的婆罗门，哈、哦、婆罗门族的，哈、哦、夫何是何，哈是罗神仙啊，伊老爸名啊，还是是罗神仙，老母咧，我说我弟弟，我弟弟啊，我弟弟，好我弟弟，无独合掌乞菩萨俩，无独伊个合掌啊，并无菩萨啦，愿圣者。求还本事啦！希望这个叫做圣者吼，迄、哦那个无毒啦，都已经甲圣女讲，伊就知影伊是好利吼，是、哦、嘛以后会成就的菩萨啦。你紧的等家己的所在，你免烦恼吼，无存无智无智有业必乱呐吼，我对你罪你啊，升天以来啊。讲这个你的老母啊，升天以来往生就对啦，以来啦，经行三日啦，好，行三日啦，好，本性孝顺之主啊，为母摄受强福啊，就是孝顺的囝吼，啊，你是孝顺的查某囝嘞吼，你今日为老母嘞，摄这个，哈、啊，摄这个供养，啊，来供养受这个福，布施甲布施。所以咱一个人啦，假使在生啊，啊在生啊，那是有孝有孝顺，天理拢会加倒庇佑。啊，都这样，吼、哦，就我
地主啊，哈、啊，啊地主啊，啊李老师啊，哈、啊、李老师呢，哈、啊，伊都冤案嘛，吼、啊，都这里、個，咱的兴奋团教导长啦，好、啊、到一年前的约束，吼、啊，讲要请我，啊我答应咧，啊都已经欠一年啊，欠一年咧，啊惊无行啊，啊袂使咧，吼、啊，啊要我时间，吼、啊，啊所以冤案嘛，好、啊，要这里吼。这个啊，教导长啊，好伊个伫厝里啊，后来还食一顿饭咧，好都正咧，好我真正赞叹，甲这个李老师啦吼，赞叹教导长啊，兴奋堂教导长啊，伊个孝顺，伊个又好，好确实真正非常孝子，老母往生去啊，好伊在生咧真友好是大人，真友好嘛可怜囝。艰苦囝，孝顺是大人啊！今日咧才有成就。啊，那么咧，伊老母往生以后咧，伊就将这个老母咧做一个当兄。每一天上班咧，就甲老母的当兄咧，请伫车坐车后边，哈、啊、坐头，甲老母坐座位，啊，就甲载去上班。啊，是迄阵那社会处长吼，哈、啊，这上班的时啊，啊，煞啊，都我都甲老母载上来。在等哎，啊！这要上班呢，来来去去，真久真几啊年。噶即摆呢，哈、啊，即几一段时间来咧，厝咧，伊甲设一个佛堂，我有去啊看过，厝设一个佛堂，来将老母的位啊，金身啊，哈、啊，伊金身啊，设定拜啊，早暗哈烧香顶礼，哈念经顶礼，恭敬老母。这种孝心嘛，予人真正尊敬。现在社会要找安尼呢，无济啊，无济。那么有一天，咱去年啊，哈，我去迄个兴奋团，哈，有代志啊，哈，啊，我去啊参观者，啊，看看呢，才去伊厝啊，才看了，哦，那厝内底真正烧炉，原来呢，要打一间呢，十四间啊呢，伊个老母供养伫遐呢，啊呢。传教长咧，伊甲阮老师啊，我安尼唔知影，那讲袂使，我这是最大的孝顺，最大的友好。吼、哦，这咱伫孝敬是大人，下其中的一个大孝。咱早暗虽然啊老母往生去啊，就当伤咧，但是伊永远活伫咱的心中，活伫咱的心肝内。维新电视台儿童学艺金新单元。所以啊，那你这里是大人啊，好、哦，自古以来啊，拢是那你最大恩人，天地恩人。若无是大人，就无咱，无咱，也是哪有未来的人生呢？好、哦，所以啊，这里咱的好会感动天，那么教导的囝。大家拢足有成就诶，社会拢真有成就，所以天地疼戆人啊！现在咱的教育直直偏去啊，吼、哦，教育偏去。去机场佚佗看，那机场较早咧，拢是老伙仔人，即摆拢囡仔，老爸、老母咧，带囝去游览。好、哦，咱市里遮啦，原来都有一个叫做福利社，啊一寡咧，老母啊、老爸咧，啊是阿嬷咧，来拜佛拜拜的时啊，拢问讲，阿孙啊，你要食啥？先问孙啊要食啥，啊才买来拜佛祖。拢问囝孙啊囝要食啥，才拜佛祖。啊囝若想无爱食咧，我捌遮注意，囝往遮不喜欢那不喜欢的。嗨着嗨着，啊去啊手好好嘞，好好安尼就好啊，就变来弄啊。啊那无嘞，互人囝看有啊，足欢喜啊，好买着囝要食，啊去拜。所以啊，佛祖若要食一寡食吼，众生供养啊，一定爱望遮囝嘞吼，孝子孝子啊，吼才有通食，孝子孝子孝遮囝。吼啊，即摆社会就变做安尼，世间就安尼。所以啊，那阁继续咧啊，这三业派啊，
会记足闹热嘞，吼，这鬼王啊，会记足无用的。各位啊，唔通说，唔通讲到无相信佛祖讲的话，吼。所以咱一个人好，会感动天。咱的圣女婆罗门圣女啊，伊好感动天，感动菩萨。好，那那鬼王啦，伊讲你老母往生三更尔。好，因为你的你老母咧，碰到你孝顺，你孝顺啊，为老母咧设这个供养，修这个福，来供养佛，来修这个福，去布施。所以教华庭住在王祖来啊，他是布施来修建。甲华庭住在王如来这个塔，这是啊，好、哦，慧为菩萨之妙啊，得脱地界，应是无间罪人啊。若是讲唔是菩萨你的老母啊，那无咧，你要去地界咧，要解脱是无可能的代志，你的老母。好、哦，那无这个圣女的孝心啊，的供养。布施啊，那无安尼咧，要去老母咧，要离开脱离这個地界啊，无间的地界，永不超生的地界啊，是无可能的呢。初日识得受乐啊，当激动升起啊，讲今日啊，你的老母啊，已经哈、啊、得到这个法喜，哈、啊、你孝心啊，诸菩萨的牵引啊，激动升起啊，已经。这个叫做了脱，吼，已经解脱就对。鬼王眼闭合掌而退啊，吼，一个无落地界就对，无入去地界就对啦，吼，合掌而退。吼，婆罗门女啊，你这照这个梦，吼，顺如梦鬼啊，这就像是面梦，啊，搁实在，啊，就转起啊。悟处事的悟到这个代志的时啊，吼，便以觉华殿住在王如来的塔，吼，如来塔上之前啊，地面头前下一个大愿，好，因为圣女啊，婆罗门圣女，伊为了要找伊老母，好，要找到伊老母呢，啊，去设一斋，设一斋啦，好，供养。破了这个觉华庭，王住在住在如来呢，哈、啊，伫这个塔寺啊，底下修建，将伊的厝财产卖掉嘞，哈、啊，去修迄个塔，迄、那个寺。咱佛经内底有讲，假使咱来修塔寺啊，功德上大，修塔寺功德真大。是安尼咧，是安大咧。咱修这個塔，这个寺啊，塔庙就对啦。塔庙功德个大是安尼，因为咱修这個塔咧，有好真侪人，真侪人咧，会当来参香、来参拜、礼佛啊，来忏悔，啊来忏悔，啊结来佛前个忏悔，所以功德上大。好、哦，那么咱若要布施塔庙咧。那么要有正统的，莫像我即摆来开大家乐六合彩的庙，你着拼死钱哦，但那你要去愈起咧，跋筊愈多，跋筊愈多，签大家乐愈多，社会愈来贪念贪的业害愈大分，安尼就唔对去啊，安尼你冇做啊，这唔是安尼定，安尼并唔是安尼都有空定咧。所以台湾目前这个现象真怪怪现象，拢唔惊因果。啊，一寡就自称是神圣，自称是我什么神、什么济公、什么来甲世甲众生开户嘛，啊，才去签，和众生愈沉愈深嘛。最近看，迄毋是济公，迄毋是济公，迄拢一寡鬼王一寡遐咧。啊，照济公的名，啊，众生呢，就是直直哦，感觉有这个真灵真啥，啊，就开始去签到家火断了了，无阿囝车离伊自杀，正神袂安尼，
正神无咧开名牌，正神无叫众生跋筊，所以啊，拢照济公的名来开这名牌，开什么号码？拖几大阵在跋筊，这是非常错误。但是啊，众生呢贪念，曾经啊有一个信徒，伊就即段风云。啊！伊就说，好多签，大家都签出去啊，厝卖掉去啊，吼！啊，所有钱开了了。有一天呢，听到讲哦，王禅老道真灵，老师真灵呢，吼，就整个走来找啊。啊，报名，我问，啊，你要创啥呢？因为老师啊，我这钱哦，了啊，啊，你空空空啊啦。好，我签书，那有看有啥办法咯？华签本旧都等下就好啊，我达就卖啊。好，那华我你欠偌济？伊讲2000多万啦。好，伊讲我下一个大弯，我心内这种气质下大弯。那华签等下是啊，趁啊，我一块金牌要搭下。啊，金牌迄阵金啊一钱啊，那千一块的款啊。啊！我讲你今仔是5分啊，3分嘞？伊讲3分嘞，300块。我甲你博，你若我到100万咯，我今仔一斤乎你，花到100万，我就叫一斤乎你。何况哦，你2000多万过来求神啊，乎你签到签到倒来嘞，啊300块今仔钱嘞，你安尼就安尼金牌拍嘞，安尼就算是啊，你贪念嘛，你叫你无耻嘛。所以现在真多这样的人真可怜，博博到结婚博了了，家来博到乱糟糟，翁阿婆离婚，啊，这样来爱爱杂杂，这样来求神啊，神明啊，佛祖菩萨啊，互我到互我救回来倒啊，我唔爱去博啊，啊，若当然是我爱，我水果啦、五谷啦来搭下，啊，还有一个我高追，我可怜。伊来求我，哎呦，花钱赚到安怎啦吼？解决我债务还过来嘿。啊，真正呢，过几工呢，有啦，有贵人。啊，都捐3项啦，3股，一条金蕉，一条链骨，吼，一条蛤蟆，3粒海王蟹啦。我讲你海要海多伊，伊讲要搭小星星呢。我创啥？啊，顶下我的血管都有，好多已经，吼，这里有改善啦吼。谢谢啦，我搭小。你只安尼尔咯，哎呦，所以啊，只一挂人啊，我说一挂人的贪念啊，每下只收进个大头要等你神仙姑，咱们讲爱神，你爱创偌济个拜，你看偌济神未甲你食，较少神未甲你嫌，这得甲你提醒咱的发心愿，咱爱一个有信心的供养。所以婆罗门女啊，为了要找因老母啊，啊，伊就开始进行呢，伊修这个塔，进孝顺啊，修这个塔，吼、哦，这个庙啊，好有真济人会来修行，会当忏悔，会当礼佛，吼、哦，重新呢、啊，会当开始去做人。安尼来是啊，你庙咧，去这庙都有意义。那是讲啊，一直在大桥庙啊。你直直落落去，你无功德，你有罪过，你有罪过。有个人，你有老师啊，庙神无信，我众生在低头，伊哪相信你？我你讲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教导众生愈贪愈深尔，无可能会回头的。众生的习性就贪尔嘛，大家人家一个。十四年来，我都开始加价了。14年来啊，迄阵开始都大家都有咧签嘛，开始人签嘛，签到即摆，要老师啊，我吼就发签的，我阿摆解过，我未签啊。到即摆要咧签，14年啊，啊，机会不了了啊，该对，众生都真可怜，
也是各位啊，你若有诶厝内底有强盘，你著爱注意，唔好甲众生愈拖愈深，这无功德，这是罪过。所有一切罪，众生的罪啦，一顶者你一定爱三顶。阿摆咧，一定是地甲界咧，免惊无你的份。各位是方圣知识，好甲咱开始，是不是叫咱离苦得乐？叫咱离开黑暗的地狱，离开这个业海，不是叫咱愈深愈深落地海，落这个业海。那是讲咱愈业，你业海愈落愈深啦，那是魔，那是魔鬼。哦，所以各位爱注意。好，甲咱开始啊，婆罗门女，因为孝顺伊老母。为了要救伊，救伊老母，将财产拢卖卖掉，去修理一个修理这个塔寺，啊，去供养去布施做善事，一切功德拢回向伊老母，回向给伊老母。所以啊，伊因为就安尼感动着这佛，感动着觉华顶主觉华顶自在王如来。觉华顶自在王如来，迄个时阵啊，就是觉华顶自在王如来咧，拄啊来伫娑婆世界，伫普度众生。好，因为婆罗门女啊，受伊老母遮呢，即个死了后的苦，伊知影家己老母啦，死了后一定会坠到地狱，因为在生啊，就是无即、這个无做各种的善根，嘛无善因。哈，嘛无做各种的这个布施，哈，无做各种布施啊，佮而且有邪见，常常诽谤三宝，非常三宝嘞，诽谤佛法，念么信，念么无信嘞，念么敬，佮伊佫无敬，所以颠颠倒倒，颠颠倒倒啊，在生都是安尼是啊，所以伊在佮你老母啊，在生的缺点啊，那么才下定决心啊，伊要来。救伊老母，咱遮一挂人是老往生去，拢心思属性，拢唔知影呢。将士大人诶，做一挂功德，何士大人？做功德士大人。所以啊，咱士大人死了后呢，伊嘛认为讲，伊原来安尼就对，原来伊安尼就应该，所以拢会愈对愈深嘛。那么。这个鬼王啦，加这个圣女啦，讲伊老母，哈、哦，活地里啊，这个罪女啊，哈、哦，讲这已经这个查某囝伊有孝，所以啊，无走入这个苦海，无三界海内底咧去啊。所以有当时啊，咱囝会有孝啦，嘛会当感动天，感动天就对。啊，但是要有智慧啦。所以这个圣女啊。一直的开始的，伫佛前啊，哈、哦，踏上的面前开始立一个大愿，立一个大愿啊，愿我尽未来劫，这个愿是非常的大了，愿我尽未来劫，没完没了都对啦，无煞一讲没完没了，尽未来劫，应有罪苦众生啊。我一定会为着所有的有罪有苦的众生啊，应都是会即个都发这个愿，哈、哦，发这个愿，哈、哦，我会替所有的罪苦的众生，就是应的替代替，哈、哦，帮助有罪苦的众生，广设方便，设各种的公。设各种的方便法门，设各种的方便法门，使人解脱，会当可以解脱这个苦，伫世间的苦。所以这个愿是够大，唔是咱这班人啊，总是哎呦佛祖啊，神明啊，你甲斗保庇我三生咒你甲你答谢啦。三生咒你算啥呢？这是什么愿？然后我们一个信徒上古水下愿啊，老师啊，哪话吼，我这病吼会好的时，我一定下愿，我要永远吃素。
哦，好啊，你爱讲讲，我说我冇死个虾，虾你照做，等下无几工就好啊。伊就讲谢谢老师，我身体好，我要食素啊。我食素无食素就会输呢。食素是无杀生尔呢，并无代表你有慈悲心诶。好，我讲安尼尔，面啊变起来，想讲我无慈悲心，对哇？你若慈悲心，你若破病，啊，都点来随开啊。嘿啦，我都有当时啊，都未无不得已的都对啦。可见那讲过偌济，讲过偌济，在赚偌济钱骗偌济，讲我不得已的是。啊，这病到佛前呢，苦苦发愿。啊，好的是啊，开始后悔啊。啊！伊好了诶，伊就开始食素，食三工啊，三工胃就做啊，足艰苦啊！都老师，我看用搁食者无？我好啦，无要紧啦，看你要安尼，让你方便就好啦。老师，我听人讲，我都食七十五个了。我无啦，一三五、一三五、一三六个有啦。徛日咧，上日卖食啦。徛日好啦，无我咧食徛日咧。吼、哦，拜一拜，初一、初三、初五、初七、初九。一三五七九哦，啊，就等于都叫人家浪一天，吃吃的吼，我是怎么来？巴肚有点艰苦啊，老师啊，我是不是吃不对吼？我你是不是两天做一个吃吼？因为没啦，无有当时吼，我都未记哩，真吃错，应酬不方便了。第二天就我吃了，第三再个补。我里面搞骗，无你换吃三六九的啦。听了三六九，更加欢喜。吼、哦，因为老师啊，你做主笔的。吼、哦，我那这啊，食就食三六九下，食个方便，无安尼啦，无如果来啊，如果无安尼哦，做方便七十五个啦，哦，食七十五个，啊，即摆人咧，伫《西游记》啊，伫《游记》咧写啊，那老师啊，我要搁食了，免食啦，营养不良，你这样食素咧，营养不良，嘿，《西游记》了，营养爱有足。营养不良，伊按了哦，好加载，好加载，吼、哦，反正开始下这个关，那众生的可怜嘛，好、哦，众生的可怜就是安尼，无定力，那么来下关呢，下大关，莫下小关，一旦咱这个命开始无多时啊，爱下大关。民国七十一年，我病上严重的时啊，迄个王阿，你该去当大人做书啊，谢老师啊。我想想起你下官啊，你该是靠眼嘞，眼向去下官嘞，下三官嘞，小小官，因为我过了三百来搭车，哈，二百点点我无讲啊，观世音菩萨嘞，你过下一届，家里就歹势，都下，嘛如果再个未使嘞。到尾嘞，第三届跟你开始，好啊，反正都要死啊，下大愿啊，我老家属还好嘞。第一，我神爱叫我做啥，我就做啥。好、哦，第二嘞，好、哦，我开始这条路要认真的学佛修行。第三嘞，希望尽快的啦，来当天下太平啊，好、哦，天下太平啊，好、哦，我安尼来，我一定。无管咱啦，我要做较够，要努力去修行，希望会当愿天下的太平。啊，定了想一摆咧，哈！啊，释老师啊，定咧，观世音菩萨，伊就讲啊对啊，安尼啊对啊，我对啊，我想啊，一个人啦，病严重是头壳拢敢做在坠开就对，头壳敢就坠开。等了干，三四个月我认真念佛好啊，我后悔啊，我迄阵开始后悔啊。后悔讲，哎呦，事业当做啊好好啊，啊都啊切掉无彩，无彩十几年的切粮事业啊，啊过来咧，无哎呦，要迄两分，啊要来学佛修行，要来修法，过来就啊天啊太平，哦，这大头修的，头壳都正，开始咧起后悔的时啊，嘿，观世音菩萨啊，又在开始啊，我这心在修念咧，又在开始啊。人你要习惯啦，袂使你后悔。
啊，袂使你讲话无算话，那安尼一切后果家己去承担。我听一下，我就开始好啊。啊，安尼既然话讲出来，下决心嘛，就开始行这条路。啊，行到今十四年啊，对无行到今有，哈、啊，还有一段路足远足远的天下为太平的路足远足远。但是无论如何咧，我这个愿一定嘛要好达成就对。今日现在这個时间啊，乌天地暗，两天合法降临，好、哦、来印证感情。好、哦，我嘛是本着这原来愿呐，好、哦、嘛是绝对无变的，好、哦、来达成所发的愿呐。所以就发愿以后咧，我身体用起来。那是我这种病啦，原来这病啊，十下九下死，那无就《西游记》，上好《西游记》呢。那么到今日来呢，吼、哦，圣蒙诸天护法圣神啊，大菩萨啦、啊，观世音菩萨诸大如来要往生六道诸比啊，一个加持啊，才开始护我这智慧啊。我希望尽我未来劫，我嘛愿我尽未来劫的。好、哦，应有罪苦众生啊，广现方便，哈、哦，殊胜解脱。希望各位啊，也是咱一生应该有一个愿力，应该有一个愿力。咱若无一个愿力啊，人生就哪受？是惊死、行死、遭骂。好、哦，咱开一个壳，安尼人生呢，苦苦。安多啰嗦尔，无啥物意义。所以咱爱有一个愿力，愿力咱唔通为着家己自己的目的。咱的愿力是为所有未来劫，吼、哦，所有一切众生这个愿力。那安尼食，咱呐、啊，经过一生人生啊，才有这个目的。那无食，咱是虚晃，白行一段人生。圣路发这个愿啊，伊讲我尽未来劫啊，应有众罪苦众生啊，广设方便，殊胜解脱。哈、啊，佛哈、啊，佛告文殊师利，哈、啊，是鬼王，或、啊、者是鬼王无毒者，迄当时的鬼王菩萨，鬼王哈、啊、无毒者。是啥人呢？迄当时的鬼王，无毒鬼王啊，就是当今的在修菩萨啊，就是当今的在修菩萨。那么啥个鬼王呢？伊会当去做菩萨呢？因为当时啊，鬼王伊的大慈大悲之心啊，啊，伊这个救度到这个圣女的老母，哈、啊。叫开始圣女一条命路，鬼王都是甲华灯，这个如来啊，好、哦，甲华如来咧，会布下护法，所以有的鬼王啊，伊有的善的鬼王，有的恶的鬼王，真正鬼王啊，这个伊嘛伫。虽然伊是高位职位的鬼王呢，但是嘛，伫做善事，嘛是伫修行。所以啊，咱啊，伫世间的人，往往呢，拢是不了解家己，吼、哦，所以家家就愈行愈陷愈深，陷入无法度，生个无法度让个万丈深渊内底。宗主混完什么事？那么，所以鬼王呢，无毒，都是当今的在修菩萨。那么婆罗门女者，婆罗门女啥人呢？是地藏菩萨，地藏菩萨啦。当时这圣女啊，婆罗门女是当今的地藏菩萨，
来到现在这时阵，2650年前，佛释迦牟尼佛住世在世的时啊，甲弟子哈文殊师利开始这个地藏菩萨，开始地藏菩萨的因由。所以这个菩萨啊，要成就，一定经过无数劫，哈，不是直接到我来修行，这个到我来修行正果，哈，不是讲直接嘞到我来修行的。啊，菩萨的各位，必须要作这些嘞，那么真正些的修嘞，你嘛爱有迄个定力。这个定力一下不偏不倚啊！那像现在真侪人在修行啊，小可拄到一挂苦嘞，开始嘞，方向都变了啊！真侪，那你好多密宗密教，哈、哦，弥勒日巴嘞，密宗弥勒日巴，一嘞。修行正果嘞，当时啊，伊个一孝顺啊，将伊老母骨头扔做夫，甲立上一尊佛，礼拜，咧修行。伊家己秘伫心中内底咧，咧修行。上大圣呢，要拜师啊，吼、哦、去咧庄库巴，吼伊个师父咧。拜师的时候，师父啊，第二天呢，就叫伊石壁顶啊，山下面顶起厝。啊，起厝嘞，起好就叫拆掉，搁起。弥勒日巴嘞，伊就开始，上台先去说这师父啦，叫我安尼得甲雕。但是伊嘛忍耐来接受这个考验，搁起。但是即摆真侪人啊，我哎，这个道场。哦，这真好，这老师，这你的道场，哦，环境真好，真水，我要来这修行呢。开始来呢，就讲哦，我要来修行啊。结果来不是修行，来呢，食饭配话，食茶配话，是是非非一大堆，无真真正正对向来去参禅。啊，那佛菩萨那一个考验呢，我一定不要来啊，我来走啊。那小阿嘞，对面小阿无下伊个意个时啊，我就来走啊。修什么行呢？即摆道场都转哪呢？拢是享受，唔是修行。享受。每一间庙伊个设一起来，伊主持啊发大愿力要接受修行人啊，但是一挂嘞，卡巴派嘞死过去啊，迄唔是修行。修行一定爱有法度接受各种的苦，各种的磨练，才有法度算修行。若无这，无可能算修行。所做的罪业过重，所欠的业报过重，三业海愈深。所以奉劝啊，在座各位啊，咱若要去。我决定要修行，愿力一发出啊！再较苦，甘愿死伫道场啊！较苦未，我甘愿死伫道场，我都无甘愿死伫山下。要有这个愿力、这個、定力，才有法度开悟。那无可能有够济啊！在座各位十方圣弟兄，若是以后恁有下决定，我要修行。意志力一定要坚定，唔通惊讲安尼马仔安尼想就变，安尼无效，嘿嘿，但是无效。哈，也是啊，你若要修多地啊，建议恁各位，先甲问讲你已经走几间庙啊？伊若讲我已经走几间啊，拢无效，我以你只上下，你只接受无效，甲关东环境修才有效。你这来无偌久嘞，是非非嘛过来，无效，修无行，
无一个诚心啊。所以咱婆罗门女，吼、哦，婆罗门女地藏菩萨的真心啊，会当将财产卖掉去供养，去为众生、为大地众生去布施，吼、哦，去供养为老母，会这条都生死的关系咧，去供养去布施。这种下着决定的心的人啊，真少。咱即马真济，都出家了，开始咧，认真印花，认真印花上经啦，是个做名声佛事啦，上经啦，不要认真印，认真欠，欠欠死了后咧，遐兄弟啊咧，为了财产去牺牲过，嘛真济。所以看看咧，在生啊。在世啊，要修行啊，爱有一个定力，爱有一个智慧。那无咧，任何什么环境啊，出家无出家啦，入海拢是个照常。伫咱咧，脚麻个就是阴起来，阴到咩啊？伫天啊，未喘气，咱就沉落入海，内底水就结滚，外面是天云山围条咧。啊，而且咧，天云山内底咧，围条咧有其他的野兽、恶兽、野车。在那裡要把它吃，在肝裡野車裡鬼王野車裡肝咱人去給這野獸吃，吃到以後就對了，開始投胎對動物去了。各位啊，咱要在世間短短幾年中間，咱要好好啊，要好好啊給來修行，咱而且依照佛教咱開始的去做，相信呢，咱呐会当离开这个苦海，咱有一天以后嘛会成就，好无上的菩提果。今日课程呢，大家一个段落，祝福各位阿弥陀佛。